我们也在做这个不得已要攻城的这个准备，所以在这个准备的时候，就有两个解放军，解放军的代表来找到梁思成先生，就希望他把这个北京城的古建筑，在军用地图上把它标明。他说，如果万一我们的和谈破裂的话，需要攻打北京城的时候，我们炮击就不要击到这些古建筑。